我爱你。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找你麻烦吗？因为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你也喜欢我吗？你都盯着我不放，是不是你就不满？他想我对你怎么样？现在还是召会时间呢。对于昨天乱贴海报的行为，我很抱歉，还害很多同学跟着我一起整理，我也很抱歉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不感觉到抱歉。陈老师，我爱你。
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在生气。你很怕我生气吗？情不自禁，硬了吗？没有啊。硬了吗？没有啊。硬了。我没有啊。蛋白打到这样子弹性就够了，你看，底下如果太水的话。它到时候就容易塌掉了。嗯，原来你在讲这个。不然你以为我在讲什么？没有啊。啊，蛋白打好了，然后呢？其他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读书陪你。今天不用参加社团，也不用晚自习，你不早点回家？陪你啊。过几天模拟考结束，我想说让你放松一下，第九节课先暂停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放松。不过，我想放松的方式跟你不一样，第九节课我还是要继续上。你不问我想怎么放松？你想怎么放松？在想考完试要不要我们去约会？就。可以去走走啊，不你想去哪里？
刚才我去学校接你，看到你上了一台公车，那个公车不是往我们家的方向，我一时好奇就跟上来了，对不起。可以让我跟陈老师说两句话吗？一翔从高一到现在，学校模拟考从来没有考过第一，他总是考第二。这次经过陈老师的辅导，他考了第一名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谢谢陈老师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会长太客气了，那是张翔自己努力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陈老师，你谦虚了。好了，妈，我跟你回去吧。急什么？我话都还没讲完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就是想谢谢陈老师啊。陈老师，不知道你这个周末有没有空？来我们家，我请你吃顿便饭。老师没空。好啊。心里很久，等一下，你是故意勾引张一翔要来报复我？说到龌龊无耻，谁能跟你们家比？利用老师的身份勾引学生，你不愧是你爸的女儿。我更正，你更像你妈。他看到你爸把我带回家的时候，你不要走，跟你现在这个样子一模一样。不是这样，陈茂宇，陈茂宇。Thank you.
请问你是病患的老师？过去八小时有出现头痛、口齿不清或四肢发麻的情况？没有。那晕眩、恶心或干呕的情况？也没有。看情况应该只是耳石脱落了，那我再帮你开一些止晕药，有需要才吃。谢谢。那可以帮阿爸也出院了，回家之后再持续观察。谢谢。喂。在学校不能这样，这里又没人，而且你要上班，我要上课，我们不是应该 kiss goodbye 吗？刚忘记了。